星光做的梦，染亮了天空。我奔向你的世界，和你眼神都相同。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准哎，准什么呀？他说我昨天既开工既祈福，一破财遇贵人。哎呦，挺准。我看今天，一纳财。你今天不是要审图吗？赶紧审完交上来啊！我今天就记一个，记工作。迷信。喂，今天还一口白，准吗？准呐，我下班了。现在业内外对 PB 的评价都不错，我们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。要不我不客气一下。你带身份证了？嗯，带。怎么？去酒店。顾寻，你也太不客气了吧！没想到见这样的人。不是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你一个人来这边不住酒店，住路边啊？是啊，你怎么了？导航去附近的酒店。好的，已找到附近多个酒店。最近的。正在为您规划中，请稍后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来，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今儿我请客，咱好好放松放松。谢谢谢谢田文总。您好，再加点水。对。哎，欣怡，今儿部门聚餐，玉谦林总没来。啊，今天是那个项目一部的黄杰过生日，他们早就约好了。哦，黄杰过生日，啊，你加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你们点吧。你也去不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你们预定的位置在这儿好。千灵。啊？你们也约在这儿啊？原来你们也选在这儿啊？啊，今天是黄杰的生日。那一起吧。对呀、啊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，来啊，我们一起 好，那个服务员，这个麻烦你帮我放一下，谢谢。
听说公司最近要组织联谊会，你们谁去啊？都去吧，单身的都得去啊，咱们得打破这 IT 圈鄙视链。什么鄙视链？IT 圈的男人们呢，有个不成文的怪圈，号称站在金字塔尖的人，不是专业能力最强。我拿个文件就回去啊，拜拜。说不清了，没事，魏涵嘴巴挺严的。扶你进屋，啊，这水容易着凉。好臭啊！臭？你有锅熏的味道，好臭！我的天，我要赶紧睡觉。臭，锅熏的味道。千灵，现在没有了。嗯，来，你闻闻。那我闻闻看。我始终坚信，做三 A 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签吧。陆总，请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陆鑫，国内著名投资人，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听说过。我今天来是要和沃特娱乐争一争，希望王董先别急着跟沃特签约。我带来的这些协议，收购条件会比沃特更好。我希望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。陆总的条件不错哈，我们这都说好了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哎呀，斯蒂夫。我是个商人，在商言商嘛。曾几何时，这张照片里的三个人。